傻妹超亮光，强势一箩筐，全部人先跟你都到喽。凯莉很烦，凯莉说：“你们生活现在在哪里？四边有灯光，有车，还有人。二月最多有几天？28。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，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27，但是我经过。最聪明的脱口秀，聪明的名就写错了。脱口秀第一把交易。今晚9点，同学来了。